好，今天来到池上的雾涛便当的故事馆哦。啊，前面就是一个停看厅的一个火车铁轨的一个造型。好，那这里刚好有放这个两台的复兴号的车子哈、哦。哇哦，太阳很大的，现在已经是12月中了。而且今天是27度。27度，可以拍。那进来这个池上便当之后呢，它就可以看见，这里可以用餐，用餐区哈。现在是下午2点多了，但是人还是非常的多。2点40分，还有很多人在吃便当。大家都在吃便当。我们吃1点多刚吃饱。对，好。然后这里有这里有这个采买区，那如果订便当的话，这边是伽马角，然后这边是订餐的地方。好，这是他们提供的餐点，这也是订餐区。怎么样？吃的今天吃的怎么样？非常的饱足，因为还有喝汤。我想吃太饱了。有喝汤了哈。对。好。那我们就出来，今天天气非常的好哈、阳光普照，好，准备到下一个行程了。豆皮。